战友们好啊，我已经回到纽约了，在这个雨中啊，从这个 DC 就这样飞回来了，特别的棒啊。这个我喜欢在雨中飞飞机的感觉，特别的能感受到机械的性能和这种动力的快乐啊。但是在风雨中一点都不飘渺，非常的稳，然后唰落在地上。科学太伟大了，事实上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是1000年前的神学，所以说上帝是存在的，神是存在的，千万别怀疑。阿弥陀佛，谢谢了啊。